去年五月，我们在西安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就中基关系和两国各领域合作达成了许多共识。一年多来，这些共识得到了有效的落实，中基合作喜讯频传，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方乐见一个稳定发展的吉尔吉斯斯坦，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基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在总统先生领导下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成功发展之路，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吉尔吉斯斯坦内政。我们愿同基方携手前行，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扩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全方位的互利合作。